夫子的武举境和观主的清净境是江夜世界中最为玄妙的两种境界。那么这两种境界究竟有何玄妙之处，彼此之间又有哪些联系呢？原著中的清净境是道门最深不可测的一种境界。观主陈某第一次在精神阵被宁缺打废后，破而后立进入了清净境。原著中观主的描述是，在那一瞬我婉拒了昊天的意志，悟了清净二字。观主本就是一个万法皆通的天才人物，此时的他虽修为尽废，但境界仍在。正因他拒绝使用昊天的力量恢复修为，才得以进入清净境。因为清净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绝世，即与世相绝。只有拒绝昊天的意志，将真正的道修至完满，才能达到这一境界。在江夜历史上还有一人曾达到这一境界，那就是数万年前的道门开创者智守观第一任观主赌徒，也就是唤醒昊天作为护佑人类的神明，同时留下七卷天书制衡昊天的那位。正是因为清净境可以绝世，可以隔绝与昊天世界的一切联系，所以那些附带天地元气的攻击便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了，清净境也就成为了换天的前提条件。而清净之上的观主集齐了七卷天书，便代表了法则，拥有了神威，是完全可以夺取昊天神格成为新神的。所以后期观主突破至清净之上，下桃山满世界追杀天女时，天女也承认清净之上的观主确实拥有杀死自己的实力。而夫子的武举是人类修行能够走到的最后一步。武举不同于无惧，无惧只是一种空间穿梭能力，而武举意味着无规则束缚，甚至能超越规则，即便昊天也是无可奈何的。那么夫子的武举究竟是第几层境界？其实武举可以看作是第九境，也可以说是第九十九境或者九百九十九境，总之是人类修行的极限，是最后一步。无论是雪山气海十七窍全通的柯浩然，还是念力最强的柳白，亦或是主角宁缺，都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。即使几万年前的赌徒也没有达到这一境界，因为赌徒知道武举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武举的使命就是化月，所以他在天书名字卷中提到了月亮。而夫子也在跟宁缺的交流中明白了自己的宿命，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登天化月。在江夜的世界里，夫子之前没有武举境，夫子之后更不可能再有，因为世间只需要一个月亮。赌徒留给人间的最大杀器就是七卷天书，而天书有两大秘密，修至清净境手动打开七卷天书可以取代昊天，而参悟七卷天书则可以修成武举。